哎呦我天，哎呀，哎呦我这一个虫子爬我脸上了啊！哎呀，这是，哎呦这是蜈蚣，哎呦是不是蜈蚣？我得把它拿下来，我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会不会咬人呀？下来，别怕别怕，咱们有神奇小苹果，给它喷一喷，擦一擦。想知道大帅怎么画的吗？看这里，先画出蜈蚣轮廓，画出须和100条腿，上色。画细节点，高光完成。